大家好，我是埃德蒙顿老杨团队的一名地产经纪，我叫杨鹏飞。今天给大家来看的一套房子呢，是坐落于我们西南区著名小区温德米尔的一套联排别墅。这套别墅呢，1341尺，于2014年由著名建商 Rocket 建造。接下来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走。现在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我们面前呢离对面的房子其实很远，中间有隔一条马路，但这条马路不是我们小区的主干道，是一条只有邻居才会走的一条辅道。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后院，然后是我们的车库，离后面的邻居其实也相当远，我们一会儿从二楼可以看到，所以这个私密性非常好。而且这个房子，从这个房子到最近的学校只要开车4分钟，到最近的超市也是4分钟。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没有管理费，一般的这种的房子会有200到300之间的管理费，但这间房子没有。如果买了当一个投资房呢，附近的租金在1500到1700加币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出租回报比也是非常的可观。现在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，从正门一进来，右手边呢是一个储物空间，可以当做我们的衣橱和鞋柜来使用。然后这边就是上二楼的楼梯，一会儿我会带大家上去看一下。再往这边走呢，这个小隔间里面是下地下室的楼梯，同时也给我们厨房制造了一些的隐蔽性，不会让一些客人从一进门就看到我们厨房的一些景象。这个厨房呢有非常多的升级，包括楼上二楼的所有的台面都升级成了花岗岩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岛台，并且再有一个吧台式的设计，这边可以摆上3把椅子，大家做早餐啊或者有时候晚餐非常方便，非常温馨，非常简约和现代的一个设计。大家可以看到厨房还带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单独的储物空间，可以存放一些我们的生活用品和厨房用品。再到这边来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用餐区间，现在这张桌子可以容纳6到8位宾客在这边是享用晚餐。再往后面走，还有一个后门的储物空间，也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停下车，然后从后门走进我们的这个房子，这边也可以作为一个衣橱和鞋柜的使用。这个旁边是一个一楼的洗手间，来方便大家在一楼的使用，当然里面带有一个窗户，增加一些采光性。接下来我们大家上二楼看一下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整个二楼的多功能区，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主卧，朝向是西南，阳光非常好，因为埃德蒙顿比较冷，所以说这会给你的主卧提供非常暖和非常舒适的环境。左手边是另外一个主卧，这个房子是一个双主卧式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卧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。这个床呢是一个国王尺寸，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 king size 床，摆完之后两边还有相当可观的这个距离。这边就是一个厕所，里面有一个洗手台，有一个马桶，还有一个一体式的淋浴和浴缸。在我这边是一个墙壁式的衣橱，往这边走呢有一个布炉式的衣橱，但是这里面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当的大。接下来在多功能区这个位置上有一个洗衣机烘干机这样的一个组合，在二楼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洗衣的一个功能。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，这个房间也有一个独立的洗手台，也是一个洗手台、一个马桶、一个一体式的浴缸和淋浴这么一样的设计。这边是一个布炉式的衣橱，里面也有相当可观的空间。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房子几个特点。这个房子位于埃德蒙顿西南著名小区温德米尔，叫价是31.9万，面积是1341尺，是一个联排别墅。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，请随时联系我，我叫杨鹏飞，我的电话是780-716-6166，大家也可以随时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我也会把我们团队更多的公众号和网站信息放在这个视频上，谢谢大家。